三浦友和婚姻美满的秘诀是什么？看完这组珍藏的老照片，你就知道了。山口百惠是日本的天皇巨星，他年少成名，仅用八年的时间便红遍东南亚。由于童年的不幸，百惠对幸福的婚姻无比的渴望，他决心与三浦友和结婚后宣布退出演艺圈，从此洗尽铅华，安心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。那么三浦友和婚姻美满的秘诀是什么？看完这组珍藏的老照片你就知道了。三浦友和本名三浦忍，日本著名演员，他出演过众多电影和电视剧作品，并获得过蓝丝带奖、报之映画奖、每日电影奖、电影寻报奖等日本电影界重要奖项。与妻子山口百惠合作的作品有伊豆的舞女、雾之奇血一翅的冲击绝唱等。对于三浦友和来说，1974年电影伊豆的舞女含有重大意义，这亦是他与妻子山口百惠在大荧幕首度合作。此前二人合作不少广告，被誉为黄金搭档。相比拍电影，拍广告相对轻松，百惠与三浦感情因此发展很快。拍摄炒骚时才开始陷入了热恋，这懵懂的恋爱无疑是百惠最美好的时光。山口百惠在演唱会深情告白，我喜欢的人是友和君。从此刻开始，三浦友和感到自己成了全世界的敌人，他尊重百惠隐退的意志，也承担起所有，只为了让自己更配得上百惠，这是男人最真诚的付出。婚后，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的婚姻生活成为了焦点，而三浦的《相性》一书终于将他们二人的家庭生活展现给读者。三浦被各类媒体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，美满的婚姻有什么秘诀？三浦骄傲地表示，我们夫妻至今连一次架都没吵过。当媒体更强烈地追问为什么，三浦给出让自己幸福的最佳答案，相信。相信在日语词是投缘的意思，而中文版书名同样用这个词，是三浦友和本人的希望。正如三浦在书中所写，我非常幸运遇到了山口百惠这位与自己非常投缘的女性，并最终成婚。三浦友和的幸福婚姻成为了世人眼中的传奇，祝福他们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